在1995年1月17号，日本关西地区发生了7.3级的地震呢。主要受影响的是神户市那个地震1995年1月17号那个地震呢。我看着地上摇啊摇，一个球啊就伸出来了啊，一个球啊从地下就升上来啊，然后往月亮方向去了啊，往月亮方向去了啊。原来在阴间呢祭月亮神呐啊，祭那个月神呐，他们认为月亮神呢掉到地球里边了啊，然后就把它抬出来，要抬到月亮上面去啊，在阴间来祭神了啊，隔一段时间祭神啊，祭神的时候就发生地震了啊，这个是我发生的第四次，这样地震了啊，第四次，发生这样的地震了啊，第四次发生这样地震了啊，呀。我突然有个感觉，怎么那个台湾花莲那边也经常发生地震的啊？也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件事情的，也就是日本呢祭那个月亮神呐，然后那个阴间呢把它抬出来的时候，发生地震了啊，又是一次啊，这个地震有个特点呢，就是泥土之类就上翻的翻起来啊，完了因为那个把那个月亮从地球里边。抬出去嘛，抬出去的时候就发生地震了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这个，也就这样说来，这个地震好像还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了，知道了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